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郝师，欢迎跟我继续一起干战神四。哎呀，这个进度我不知道是快是慢，毕竟我得录视频，肯定跟多数就只是玩的朋友相比的话，那我肯定比人家慢。但是出视频的速度我就不知道了哈，我最近也没空去看别人的视频去。出视频的速度，我这个速度应该不算慢了吧？一天也是好多期呀。Be you seeking treasure? See the traps? Oh yeah, lucky for us they set them all off. Be grateful these stay dead. 哎，哦，我还以为走不通的呢。终于到了一个亮一点的地方啊。哦，刚才绕了这么大一圈，原来又绕到这个佛像，就是有路的拿杖的那个地方。What does it say, sir? Oh, this is Durothror, one of the four stags of the World Tree. He's supposed to watch the entrance to Yunnan. 看一下，他说的什么？一只住在世界树上的雄鹿，负责看守约顿海姆。巨人国度啊，约顿海姆，那这顶上有个括号，巨人国度啊的入口，这里真的是巨人之山。Sleep. Think he's still there? I do not know. 宝箱开一下。没了吗？就这？就只是这个样子，哟！这儿有个门是可以进的，应该这是咱们的去路。然后这里头还有，先把灯给点亮哈。Why would someone hide a library? 卷轴看一下，世界之蛇卷轴，想看的自己暂停看哈。这有一个大的，但是我现在满了，不捡吧。大的怒气值。那个水晶，哟，我去，好屌的样子，哇哦！我这就缺血，缺成这个样子了。咱应该是在这边能拿到这个，哦，在这边能拿到可以就是解开红色的东西了，那个技能吧，算是。又来了，又一个。按照战神的尿性啊，向来是第一个敌人先让你感受一下，就出一个，然后紧接着就是出一堆。斧头回来，先搞死一个。好，冻住一个，他挡住我了。哎，背后，走，翻滚。这下他死定了，哼，斧头能定住一个。The peak is still our goal. We find a way up.
但是竟然都不给个血吗？哎呦呵，哦，这个怎么玩儿？这里头应该有个水晶，我不是。哎，这儿可以绕过去。你看奎爷从小教自己孩子都是盗墓，那个阿特柔斯经常说你这样去拿人家就是棺材里的财宝不太合适吧，但是奎爷就会说哎呀他用不上了，这样教育孩子能把孩子教好吗？给血呀，一直让我空血状态打，臭变态啊。读一下 Presley, it means terror. 哎，Weird. There's a candle all tangled up with string and some sort of animal hide. Some kind of lantern? No wick. That is of no use to us. The Bifrost lights our way. You? Hey, what do you think lit these torches? The dead don't need light. Eyes open. 这边待会儿还会回去，看来。要不然的话不，哎呦哎呦，我不下去，我不下去，我不下去，我只是踢一下。咦，这个我要下，哼。嗯，我要血呀，我要血，哎。儿子，他喊了，有点像艾丽是吧？特别像艾丽，也到那儿也是 hello， 然后学吹口哨，反正就是小孩嘛，闲不住。哎，哦，我还以为又是一个电梯哈。有怪呀！我刚准备飞过去，看来进入到动画了。山之心。What is all this? Where are we? A mine. And if this claw reaches the summit, our goal is near. Alright, I'm here. 好大一个矿坑，这儿上不去哈。又是一个加怒气的，有没有加血的呀？这边暂时都爬不上去。嗯，宝箱一个。哎，这么大一片场景，待会儿肯定是要有战斗的了。哎，我只能通过战斗啊，不损血还要。加血，凭我的手操，这个可以跳上来。这是神马东西啊 ！Machinery in here looks almost dwarven. The stonework, that's just Leo. No, the giants not only mine the mountain, but actually. 巨人平常不只是在这个矿坑里采矿，还在这儿居住。太黑了，有点看不清。
那只火把旁边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看不见啊。咱们先往这边走吧，先往这边走。这门也上锁了。哎，读一下，读一下。Read it. Yes, sir. That's funny. How so? One hand wrote, "Yotnar." 仅限巨人。And another wrote, "And also dwarf." 还有矮人。Should we add to it? No. 哼，再加一条，人类也可。我去，仅限巨人还有矮人。巨人族在，就是人类地界的那个窝点吧，据点。燃并卵啊，燃并卵！哟，可以，这儿可以进去哈。Come boy。这光影做的还是可以的，你看从右边来的光是吧，哎，左边就会有阴影，这是正常的。就有很多游戏都做成就是，哎，明明就是右边的一个光吧，它是到处都有光了，它就变得，那影做的不好。不符合物理。哎，这儿有一个机关。控制这个大夹子的吗？ I think I see how this works. The claw's on one side, and if we get this unstuck, Oh no! The rope's stuck under that rock. 这下这个机器坏了。Yes, sir. Sorry, sir.这机器坏了，这还能弄动吗？来吧，先打吧，都会喷火，这群家伙。哟，我去，追那么快。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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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走吧！我提早结束了，然后这个条还是会消耗空啊。绝掉一个，这怎么打？刚才还是有一个。对的，这个应该是开关这个大门用的哈。OK， 那这怎么办呢？直接进洞吗？Atreus, here. Yes,
哟，I was wondering who moved up every Draugr in the mountain. Should have figured. 对一下话啊。Wail around the black breath all along. Now don't go thinking I could have gotten you past it, you big sack of meat. I got ways around most everything, especially up here. Time was my folk had the run of this joint, improved the design of the Jotnar traps and built workarounds to boot. Why you think they're so devious? Oh, they remind me. Watch out for traps. 就是奎托斯问他，你早就有穿越这个那个毒黑气的，那个就是那团迷雾的方法吗？害得我们还要去到别的世界，然后你都不带我们过来。这家伙说，布洛克说，你别指望，虽然是有，但是你也别指望我把你带过来，因为那是我们矮人的什么什么什么，来，就是乌拉乌拉，就意思就是不会带他，也没别的对话了啊，咱们看看这边爪弓升级，有一个斧头。我现在我还是不想，我觉得我这个斧头还是可以，就是握把啊还可以。万甲，是不是让我升级爪弓啊？哦，升！小孩子的这个爪弓是非常屌的。利维坦之斧是升不了，必须得用冰冻火焰，冰冻起来的火焰，我去，火焰怎么被冰冻呢 ？OK， 哼，很高兴为您服务，快滚吧！哼，我这样说话了。好不客气啊，就是我玩了这么久，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 mountain big you scare up that alchemist when needed finding 有技能点的话，能升阿特柔斯的技能的话，肯定是要优先去升阿特柔斯的技能。哟，那边好像有个宝箱啊！More traps. 又是陷阱。There's a tunnel, but you won't fit. Take it. Okay. 啊，他能过去。啥意思呀？这边有一个血，什么意思呀？看不懂啊。Now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去哪儿了？快冲过去！快冲过去！呦！ Okay. Of course. 哎呀，我觉得不太好。我们来的这条路是正路，但是待会儿那边应该还能过去，就回到商人那儿。这是个假的，动起来他！我去！
OK， 哎，前面还有一个哈，但是我应该先升一下阿特柔斯的技能。阿特柔斯是很屌的，进一步提升剑的伤害和近身伤害。我去，这升一个1500啊，这个要升，这个要升，这个几个都得升啊！我去，3000，总共得需要6000，一下子变穷鬼。I can move it.真会跑！我去，你大爷的啊！哦，这么多东西。反抗的什么什么条纹，算了算了，先上来看一眼哈，这个是往前推吧。It moves. And we're stuck. Card still attached. I see that. 又卡住了。能割断吗？这个绳子？怎么这么不好操作？他拉一格最少是动这么多啊！哎呀，果然给了个血，不是果然，竟然给了个血。干杯！哼，有一个杯子的名字叫干杯，叫干。哎呀，拿错了。上面又红的，这个桥不掉下来是为什么呢？哦，那边是不是还有路啊？这门是打不开的，但是从另外一边应该可以打开。我去，这么远，我到底哪条路是正确的呢 ？Broken, leave it. What could they be for? There's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them. I can feel it.
果然是从这边可以打开啊。我不要下去，我不要下去。我看一下底下这块区域。啊，我是绕了个圈哈，底下这我就通回来了。这样我就通回来了。可以把这个门给拉动，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推回来。走桥，走桥，绕一下桥上，说不定还有什么好东西。两个同时出 QTE 啊，我去，这个鸟打不了，不下去，不下去。这边又一个桥，这就绕成了一个圈儿。咦，这个是假的。直接弄死了，这俩都是让我直接钉墙上弄死。 If it is not useful, leave it alone. I know. 哎，果然宝箱在这里。一个裤子，我看我的哈，我要对比一下，卢恩符文要降12点啊，我去，但是防御力上升8点，冷却时间上升13点，那肯定这个更好一些嘛，这3级啊，还用想。不过这盔甲太丑了，这个胳膊这点是吧？哎呀，丑的我简直不忍直视。我血现在满的，我就不加了。我给他推过去。松开手，我看一下，这该怎么办？哎呦，哦，就是上到那地方应该就可以了吧？我还得拉回去。哼，能不能踹？以前奎爷都是直接踹走的。灯，他推箱子的时候都是一脚直接踹过去。 I think it's up ahead.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奎爷竟然失去了二段跳的能力。
看一下。我去，也很屌的样子啊！是额外多招出来一批狼，这个是额外招出许，额外多招出一群雄鹰。这个冷却时间是85秒，上面那个冷却时间104秒。但是这个狼的话是可以冲撞敌人3次，是可以打出来给敌人打出来僵直。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打出来僵，好像也可以啊。我主要要它的僵直吧，我觉得是，装备一下吧。并且它冷却时间短，就说明它不够强力啊。冷却时间长的话，那肯定它强力呗。先不要慌，这么多补血的，把石头给推下去，看起来很重。来吧，你也不想想我是谁。让我想起来生化危机6有一个奎托斯，是生化危机五里头那个克里斯，推石头那样，最后那个环节推石头，那么大的一块石头，他推啊推推推推推不动，然后他竟然开始锤那个石头，然后啪啪啪把那个石头给锤动了，竟然，敌人就在前方。来吧，一场 boss 战。斧头飞了半天飞不过来。阿特柔斯，你人呢？不要让我一个人战斗好吗？在上面哈，叫你大爷！哦，扔头还会有更多伤害啊！射他，射他，射他！这就是巨人。昨天看了一个很逗很逗的一个视频，叫 Dog of War， 狗版战神，还真是快笑死我了。然后那狗版战神拿的就是这个柱子。哦，我去，射他射他射他，我去，为什么现在我躲不开了呢？刚才躲的还明明很好。哎呀，来怪了，来怪了。先锤死一个，我去，这怪实在是太恶心了。不过还好他能误伤到这个怪。哎，这个锁定镜头实在是太恶心了。啊，他原来他是直接分出去三路踩的，
先过去把小兵给搞死呀。哇，小兵好屌。我靠，这是小兵妈。好好好，我变身，我变身，我变身，逼我逼我逼我。怎么又来一堆呢？好，抽 QQE， 抽 QQE 啊！送走他。哎呦我去，挡不住。我没拿那个就是买那个复活符文啊，我应该买一个了。Back to the wheel. 这是什么？卢恩符文。哎，这个好像也很屌的样子啊。两排序列。这个还可以。冰河冰刀刃之河，这啥？哦，冰冻火焰。回到转盘那儿，但是我想先去加一下血哈，没血啦。这边有加血的，顶上还有加血的地方，是具体在哪儿我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应该是在这那个桥上。我印象中是在这边，可以过来拿一下血。嗯，看到了，就加这么一点点，真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干什么。老子要在这儿，就是要在这儿，有在这儿的原因，还需要跟你说那么多呀，小屁孩儿。这父子俩真是没什么沟通啊。他说让回到哪儿啊？哦，回到转轮这儿哈，这样就可以默动这个转轮了。然后呢？哦，我把车先给他推过来是吧？应该。那石头又掉下来，这样摔那个石头竟然都不会碎。
阿特柔斯的力量不行，所以说他在磨这个转轮的时候他磨不动，必须这个转轮以前都是由巨人来磨的嘛。哎，对了，说起来这个巨人这个身高，可能大家不知道奎爷的身高啊。什么意思？我这洞在哪儿呢？让我怎么把它给冻住呢？摸不了方向，看不了。啊，这样看，没有啊。哦，就冻在这儿就行了。哼，冻在这儿就行了。嗯，上去。耶，不要动，不要闹，不要闹。收回来。Do you think this goes all the way to the top?We will see soon enough. Something feels strange up there. We're heading into danger. Do not concern yourself with what might be. Focus on what is, and be vigilant. Yes, sir. 看见点光亮了。Not the top, but we're closer.到了，出现 CG 动画。Wait, that one's not broken. 是孔明灯。A giant's prayer. 竟然是一个孔明灯。To guide them home. Wait. I think I know how it works.不是孔明灯都有了，那个时候这边人竟然还用打火石。孔明灯是诸葛亮发明的，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但是后来有很多人就开始为诸葛亮翻案，说哎，诸葛亮其实没那么伟大，没那么聪明，木牛流马不是他发明的，孔明灯不是他发明的，什么什么，一下子把人家给翻的什么狗屁不是。但是孔明灯确实是诸葛亮发明的。也就是说这个时期最少是在三国之后的，还要再往后，因为三国那个时候就算孔明灯就是被发明了，但是他怎么传入西方呢？那还是得很靠后的时期吧。The tunnel boy. Got it.就这样过来。More tests. Dwarves must have carved this tunnel around the giant's traps. Good thing too. Well, good for me anyway. 跳。这血每次就加这么一丁丢。Oh, come on! That is not helping. See you on the other side. Oh, 等一下啊。这边有东西。
哇哦 ！OK， here we go。走你！这怎么办？这我能磨动他吗？啊！直接全满。哎，又上去了。又上去了，那底下那个机关，啊，又有一个，这底下那个机关怎么办啊？底下刚才有一个机关我没弄啊，哎呀，错过了。Summit. How far do you think we'll be able to see? The lake? The world serpent? Our house? We will see when we get there. Until then, eyes open. Atreus! I'm fine. Just lost my balance for a moment. You know, for someone so strong, you sure worry a lot. It serves me well. 居安思危，就是这样我们才活到现在。Yes.Not a terribly fun way to live, though. 哼，你说的都对，但是这样活着实在太无趣了。哎呦！哎呦！嗯，走你！哇，这个帅！嗯，帅帅帅！这个伤害太高了，我更反，为什么打不了他呀？等一下啊，我的烟，哼，啊，好，先搞定一个，就扎这么一点血。韩反的太帅了。That for fun. I get it.
I should worry more. Is this where we get off? No, we are stuck. 这怎么办？我去，这一蹬，我还能回得来吗？还能，哼！我们可是战神奎托斯啊！ How much farther do we have to go? I do not know. 这种小事儿。Think we'll get attacked again? Definitely. 绝对会。Oh、yes. Now be ready. Here we go. 果然来了。先弄死一个，哦，哦哦哦哦，弄死一个，弄死一个，哎呀呀呀！好，变身变身，先把他给锤了。好，骑到他身上就可以了，给碾压那个小兵了。拿什么？纯钢。Shouldn't we get moving? They could be back any moment. 又得来一遍。I think we're safe now. It would seem.啊，到了吗 ？Father, after we scatter Mother's ashes, what then? What comes next? Nothing comes next. 不干嘛？不知道。我们回家。That's it. 就这样，冒险就这样结束了。For now. 暂时如此。But we will have much to do.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You were right earlier on the boat after cutting down the last tree. You said it felt like something had changed, and it has. And our home is no longer safe.But it will be again, and we must continue your training. Okay. 战神说，就是当他们砍完那棵最后一棵树，就是这游戏刚一开始，这个森林发生了变化，然后家已经不安全了。哎呦 ！Calm yourself, boy, and stay behind me.不会吧！不是吧，我挡了呀，都挡不住吗？这个，打疼了。又是一个不闪电的大鸟啊！先稍等，先稍等一下。哇哇哇哇哇哇！我觉得这期视频时间太长了。
哎，他是不是走了？带着我，他带着我们，尾巴带着我们。啊，那好吧，刚好到这个安全的地方了。那我们就，我看完。刚好到这个安全的地方了，那我们就这期视频先到这里告一段落吧，好吧？感谢同学们的收看，我是郝石，咱们下期节目再往下面继续。